年龄最小的霰弹枪排名你知道吗？霰弹枪是近战贴脸的大杀器，但你知道他们的年龄吗？今天就来盘点年龄最小的三把霰弹枪。没想到最小的他才9岁，太新了吧。第三小 S686 在游戏里爆发非常高，在 0.2 秒内就能打完2发子弹，造成巨额的爆发伤害，但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很老了。它的原型是博莱塔686霰弹枪，是上世纪80-90年代由意大利博莱塔公司推出的产品，已经有30-40年的历史了。但即使这样，在霰弹枪中也算年龄很小的。第二小 S12K 在曾经的版本非常强势，现在已经弱了很多了，伤害只有189点，伤害衰减还非常严重，弹容量也只有8发了。它的原型是 SIGA-12 半自动霰弹枪，是由俄罗斯伊兹马什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研制，年龄大概30岁左右吧，具有 AK 步枪的基因，采用类似 AK 步枪的弹匣供弹方式，怪不得能装步枪的配件呢，原来如此啊。第一小 DBS 它的综合性能也是非常强的，爆发高，换弹快，弹容量多。它的原型是美国的 DP-12 霰弹枪，采用双枪管与双弹仓的设计，它是从2015年开始生产的，距今也只不过9年，是一把超现代的武器，怪不得这么强呢。